成立即将在6月17、18日连续2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Like a Star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这是他暌违3年之后再度于台北举办演唱会。而他的演唱会门票在4月29日早上11点开放售票后，上万张的门票在短短时间就马上被秒杀，全部卖光，让杨丞琳感到相当兴奋。他29日特别在脸书晒出一张穿着透肤材质性感服装、面露灿烂笑容的照片，并在照片中放上 Sold Out 的字样，发文写下谢谢，感谢粉丝们对他演唱会的支持。贴文一出，大批粉丝纷纷留言大赞，真的是太棒了。许多抢到票的粉丝也表示超期待演唱会这天赶快到来。另外还有高雄粉丝留言敲碗，希望杨丞琳可以增加高雄场次，大家都很期待看到他的表演啊。